你再录了就好，我告诉你，就差不多，我们这样子，好像哎、欸，等一下去买什么东西吃，哦，好啊，走啊，好，然后就如果很近的话就继续录啊，如果很远，懂吗？嗯，就这样。然后如果他都很强，我讲些干话。如果他可以，如果他就像这样有剧情，就是哦，我们等一下在哪里集合这样子，好 ，OK， 就这样，然后。小凯明，但讲话小孩不要怕，不是你们的。我们告白，我们说他颜色特别亮，特别亮。来，同学们，就是再亮，他都有办法。酒驾是不可取。但是旁边人看起来，那你有讲吗？来这边看好，看好，来，哎，来，看好这几件，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先生，你找到开始录，先生。哎。哎，南哥。上个怕人呀。哎，来，同学们，请向右转，身体的快乐的。哎，一哥，一哥，你要去哪里？一哥。小虾这么帅，还有头发。弹簧，弹簧，走开呀！啊，我的队员呢？金佑哥，我们建军呢？组长好。小当家，吃得够。哎、欸，你吃几碗？你是吃很多碗？生气哦！生气是？真的吗？生气是？没有啊。人家把你摄影机打下来。这个。还有我，看吧。好吃吗？哎呦，好猴子哦！哥哥，怎样？队长好，队长好。队长好吃吗？队长吃饱，队长。队长，我们吃饱，队长。点烟的呀。电报哥。猴子啊，要叫出来。猴子啊！都打了。来吃，不要我放进去了。怎么不吃？小俊怡。阿水有没有吃饱？有啊，他们吃超多。怎样？我们吃三锅。四锅，我吃三锅，对，三锅四锅，吃不到一碗，你知道吗？他一定要吃一碗，他已经吃六碗了吧？难怪那么肥。然后再吃多少？四碗。哎，朋友，你要喝完了。你们两个在干嘛？Thank you.
开都会拍到，你们两个动作很一致哦，是吧？这样子。刚现行犯哦。菜鸟。来，我们帮跟他们四排。问路你哦。路啊，我没有说不行啊。不然我们打。没有路，我去吃。嗯。来。去。同学，我有没有看到？啊？放学吧，你放学的。你们这太慢了吧！哎，真巧哎！妈的，扣我尾椎的叫屁了！你为啥扣屁？你为什么扣我尾椎？因为你先扣屁。好难走，后悔穿阿甘奶。那边不见，这边偏偏不见的，他在后面咨询。好。他已经走了。助兴哦，助兴是不是？你是助兴，你是助兴生。我姓朱。哎呦。我觉得变难吃了，多爽快！汪汪汪汪汪汪！好气！汪汪！同学们，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小裂谷，小裂谷，这就是我们小裂谷。因为溶解的三维溶解作用。干了！阿妈的阴道。被录进去了。我也要。录进去了。白痴！哇，好美哦，温蕾。不是我们这边就不要混进来，好不好？哎，动物看，对，没有蜘蛛哎。对，到海外，然后是怪蜘蛛猛，怪东怪西，自己不积极。你们现在全部都被录进去了。怎样？像你啊？来来来，它里面的动物会有什么小东西？有没有厕所？我已经完全被队服遗忘了。哎，杨毅，你在看我，杨毅。哇，这好难看。哇，然后打我，哎呦！同学们，小心这里，这里的路要不一样了。然后，哎，我相信我们小豆子。这个，这个怎么办？好厉害哦！哎呦！哇！不要多对啊，学姐走快一点呐！超出来了！师伯，你被录下了，师伯。等一下，不要动！哎，不要动，师伯。智障吗？我要打那个 V 大哥那个。后面好，我们班后面三只星期小时。哎，我跟汪小薇今天要助兴二十小时，到凌晨三点。要偷吃我豆腐。妈，李明华掉下去了。阿爸，我拍你，我拍我鸭子头，怎么样？鸭，握吗？鸭，鸭头很帅。你鸭不大，你那么矮。
八头怎么可以不要压？哎，上来了，你要走下面那里，太不死，原来你在睡石路了。不能走。他说，因为干你老师该呀。干你菜碟头。咦，看我们。哈哈哈哈哈！跳下去到了，来，就干掉了。好，啊，累。反正刚出啊，我他妈就没有错。那方哥前面你在那边，你自己看前面怎么插？我问你们，同志们。拜托，再一次。这几个就是。不要，不行，我怕。不是什么开心。是啦，不是啦。吵架了。我跟你喝杯水了。是啦，这不。为什么又停在这里？他们在拍照。走了啦。他们拍照啊，你们那边挡，走了啦。我说奇怪，怎么？动了。好了，走了走了，到底在干嘛？你够了！自己后面全部。我骗你吗？我骗你吗？对面，对面，下来，下来，都下来了。老师，我投降，没给我钱，我已经搭到旁边了。什么？没事，他听我前面讲。来，正威，你在干嘛？好笑，走啦！下班走啦！哎呀，爸爸背不下了。骗的？没有吧？你摸到啦！别欺耶！我摸到了！耶！耶！在！耶呀呀！啊我呢？啊我呢？我要换一下电池。凉凉走，凉凉走。好的。来吧。这个动作是让大家我们。小顾拿，陈陈拿下。你也会到五十。你先证明自己。不要啊！先结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给你留个。不进去。打，太小声了。要回答什么？算了，你们都没童年，滚！我要看那个啊，我跟聪美人。好，有请唱珍珠美人同学，请唱七彩的微风。不然的话，我个人接受可以接受黑暗巴洛克了。刚才没，刚才没录进来了。啊？继续啊。小飞起来唱。小飞，这不是我的。我没有墨镜，这不是我的。代币哦，这不是我的。那个你们班那个。谁住的人啊？你大王你。海绵宝宝，悄悄打法，我也大鱼干路。海绵宝宝，好酷，好配合哦。我要夫唱夫随，掌声鼓励。哇啊！怎么从这里走出来？对啊，哇塞！看后面那条路名就比较平，为什么来的时候不要这样？我膝盖痛，我痛风。哎，我真的膝盖痛。啊，这不就刚刚那边？多。你拿。不是有斜到。减肥啊，屠龙红。跑两百。你怎么会有那个？哦，对，一定的。OK。
烤油。还是要 OK。对。我的。要多少钱？一万多了。套一下，不用了，回家都在套。那套不同的，还好，比较油一点。罗恩成都套，罗恩成套那个塑胶那个橡胶味超重了，他连带那个草莓了，哎，我臭了。我想要吃水果。哪里？哪里？来一个。这么忘记啊？教啊，我来教啊。啥？不要！我的妈！老方！老方！车道很危险。看你，看你吃就知道你吃的很有钱。全部人家。你吃很饱哈？你是不是吃很饱？啊，你现在吃多少钱？你现在要吃多少钱？不好，不用，我不要花钱，好不好？你这样不行啊，你这样怎么会瘦？是哦，哦，就是不要吃才会瘦，不然呢？没有没有，母汤。妈妈越吃越多，变越瘦。冠军。哈哈哈哎，真好吃哎，但超贵了。我是有责任在身的男人，我不会排掉你。第一人称怎么拍啊？人家有小圈圈。我要去那一天。到后面啊。等下走啊。走妹。我们要搞边缘有两个人，就光那个啦。走啊走啊走啊！要不要去夜店？我请客。前面。让我很想。哎，今年的嘛，今年的嘛。那光这个是什么？粉红泡泡。哎呦，你录起来了，现行犯哦。哎突然把他租来骑，然后穿北京制服去找案了。来这里逛康氏美，康氏美过一波。我们来逛康氏美，你要不要逛啊？很牛逼，我们就买拖鞋好不好？哎，今天雪在呢，出去啊！因为我眼突兀。对。对啊。好想买拖鞋。
买那衣服啊？到底买羽绒吗？那衣服很潮哎、欸。上车，快点！哎，妈都没人，以前来这边都大陆客，现在都没人。妈哦！哎、欸，熬累啊！你长到脚了？我不知道，我都没有在看。完全不够用啊！没用水。太空。然后完全都没买。我完全没有停过。他们就教我走，就好几天。我低了。我还直接走脚筋。洗脑。好几天。就还没看到我们俩。我想玩太久，找前面那个停了吗？还没到底。你要吃你就跟我们讲。刚才刚吃饱又没有食欲。哎，对，杨毅。有没有跑鲍鱼？不是说有。跑鲍鱼找一下。哪里有鲍鱼？哪里有鲍鱼？我想吃生蚝跟鲍鱼。我要。我要跑鲍鱼。345是最爱吃，同学最爱吃的。那分数就好了，点餐的前面不用排队了，自己挑选的，自己挑选。看这里，要哪一个呢？什么一哥要去哪里？我搬小火。去你那跟着我们搬走。对。啊你们，啊不跟你们搬走。不用不用。赶紧送货。快了！哎，冠军射飞镖，冠军！你都教我，冠军！射飞镖，射下，走，走，还是500，真的？我要第一人称的。谁就谁妈，我在前面跟谁？啊，他被录进去了。叫声剪掉。警察局进来。啥？他也是。快警察局！哎，酒鬼！哎，酒鬼！酒鬼！哪一个？不会，我刚去喝那个。哇！哇对。哎、欸，这个马卡龙绿的吗？我最晚来，最快逛到这时。你可以左转吗？哪个马？沙关。赵宇生，不要犯罪啊！赵宇生。张翔打火机。加油！哎呀！自拍一下。不行。过吗？对吧？你拍自己就好了。去投一下。我要开投。你很烂啊！我想骂你投一下单挑。单挑哎！抱歉。单挑哎！单挑。好。单挑啊！上战场。篮球队，看你秀，妈屯风付钱了，屯风卖掉，屯风，我们赌屯风，屯风要捡球啊，屯风要捡球啊，哎呦神，哎这个投完会有荧光棒哎，看你射，怕太屌，你这个放大，一嘞。多少钱？
篮球队跟田径队单挑，上战场，上战场。对，二将，二将，到前面拍了。篮球，站起来，立起来，站起来。篮球，投。你好。一场50块，10颗球，篮筐不可以重复。6颗、7颗有玩具，8颗我玩。他讲话，哈哈哈哈哈！录下来完蛋了，你要下地狱。我直接叫他讲话不听。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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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你要去前面用那个导演那个 action 田径队之篮球队 PK。6颗、7颗有玩具，8颗娃娃哦。啊，你放棒花哎、欸！我找玩具。九个，9个，我要支持我们队长，队长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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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全场在看你啊！哇！先拍手，你们！哇！哇！没哇！没哇哇！篮球队好像比较好拍哦。没有哇！有哇了！哇！很准嘛！很准嘛！哎哎哎！再投，再投！哎，送给你，那球送给你。太难的啦，太难了，三颗，太难了。这个，我要还你一颗。哇，你表，你被屌定了，刚刚去。给好猛。太扯了，太难了。哎，我靠！还是要帮我们队长加油吧。太扯了，是这样吗？我的时间你玩了，哇，10斤2，哦，等你啊，10斤2，哦，给我拍照，还有2颗哦，等你啊，我外头好不好？宝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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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10斤2，10斤2，哦，哇，你再玩去啊，好，玩去啊，来啊，浪费钱，湿湿的，干白兔了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很棒啊，送你。我要啦！给我啊！给你啊！没颜色荧光棒，有多少？那怎么？这怎么？没有，或者绿绿的。白色荧光棒。好笑喽！白色。不对，哇，荧光真的。什么？荧光棒。他没亮，他没亮。来，教练。哎呀，花式加油！射手，内战哦，内战，内战。还没射手，快点，梦华哥，北星爸爸，你应该比田径队的多吧？北星爸爸，北星爸爸，王卫后，哎呦，对，你搞笑，对，耶，哇，塞狼，塞狼，哇，塞狼，大呀，哇！好准哦，好可爱哦，哇！你算你在投，你这个真是好。好了，没有人看我们佑哥呢。他有劲哦。哎呦！不要放弃。哦。你要冰口？现在第几颗啊？你要冰口？4颗，第2颗4颗，第1颗5颗。很会勾嘛！杨毅要不要单挑杨毅？杨毅单挑杨毅，杨毅单挑啊！不要浪费钱这个。好来了，老师玩笑啊！来哦，连招连招。我让你白痴哦！我知道，所以你招手。单挑没作风。
不单挑，不单挑。别说单挑，不单挑。我不要喷气，单挑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好，走，我们去吃东西好吧？走，我肚子很饿呢。谢谢。太难，是不是太难看？老师，老师，你进来，我听你。不要这样，老师就只有出张嘴巴而已，你还让我漏气？篮球队的人。哎呀！哎，开课，开课，开课啦！主任单挑没？主任，篮球。教练队的，教练队的。对对，太扯了，就一个，我是。哦，那你是他？你最烂，我不会。都太烂了吧！我也三颗。来，等一下。老师，不过你好。来，冬姐，我看老师在这里哦，我再送你三局，好没？好。我看老师在这里哦，给你约会。哥哥的。谢谢哥哥。好，我送你三局哦，好。免费送三局啊。对。哎呀，好费。谢谢哥哥。谢谢哥哥。谢哥，我搬回面子。杨毅拿着，我跟主任单挑。快姐，你要老师 PK 吗？快姐，主任单挑哎。拿着收月金。哈哈。还做单挑来。哈哈。这边，这。不能照相啊，照相他就会失手了。快点，你有没有输啊？连送，快点，我哥不然没电了。好可惜。太扯了，被老师电爆，姜是老的啦。对啊，什么鬼啊？快投！不要紧张啦。老师，你小心点。你什么被虐？你什么？你什么被虐？没有做操了。做操了。因为我帮你投过了，正中央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哎，你在射野？对不起，我刚才太粗鲁了。每个人投一颗没？那你啊？没有啊？哎呀，投一颗，还有一局，再看，每个人投一颗。
给给给，来，射手射手射手，给你。哎，各位客，知道什么？知道什么？哎，知道怎么调整？拍整？啊？哦，会了。哇，两颗都我进哎。哎呦！我离太远。哎，我以为进了哎，你靠，我手进。对，哎，再续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换老师，换老师。球没切飞。那拖。我们直接被叼走。你的手被电了。老师拍一下，老师下手了。老大进比我多，你进几颗？我进一颗，老大进比我多，好笑。主任长不用了，主任长。我大力一点啊！墨镜。哦。啊？不要的。哇！一张一张，然后还两颗，然后你还两颗。哎哎，进来了！出来，然后你要两个，滚！哎！我以为抓可能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！待会儿，最上面那一个，不够嘞！哈哈哈哈哈！大方手，怎么一直滚出来？故意的，主任！为什么你们昨天不睡觉？谁底下那么久？因为某一个人叫我们不要睡觉啊！叫我们不要睡觉啊！啊，你们是睡了吧？是因为阿花，阿花，阿花他们不睡觉，然后怪我。咋的？一样，全部都是一个货色，怪事。哼，爱玩。别吵！你在那边，你在那边。你以为你很屌吗你？你屌在哪里？阿华，你昨天没有请我，我可以喝这个，是大巴克斯 coffee。再讲一次。昨天要请你不要的。那你是讲半天。那今天，那今天再请我一次。哎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会长，买的味道，然后香味，然后是香味，那土包香草，这什么？是鱼哎、欸，是鱼哎、欸！哎呦，这什么？无锅鱼哦、啊！无锅鱼在那冲阿杰。老师，你不要！你们知道我吃过无锅鱼的？有啊。台湾雕。帮我们人类繁殖啊，不是啊，没有我们男生他们怎么繁殖？取动物的，为什么？那我们那个有吃过无锅鱼的人，那你们知道无锅鱼有另外一个名字？台湾雕、哦、还是什么？不记得，我们等一下回馈，我们等一下那个车上我就讲这个。我就讲这个，然后你们就跟我，就飞完起。哎、欸，我的导演要瘦脸特效。
啊，你们知道那个？摇头。我们靠近来一点，靠近来一点。你是有点欠。靠近来一点。你是欠抠。好来，那个吴郭宇啊，他有一个名称。他是台南。我要看，我要看。我要看。不结局。哦，鲨鱼，小鲨鱼。真的耶，是鲨鱼。好刺激哦！鲨鱼。鲨鱼。太屌了吧！鲨鱼。我觉得我们完蛋了，太暗了。电子好像没电。好混蛋，好丑。鱼还是虾？龙纹虾。他在干嘛？他怎么游的？我在问号玩，他一根杆子没有。虾，海参馆有没有星星？星星。你啊？我干你啊！很松哎、欸，好大一片哦、喔！我两只两只，我怎么大只啊？我勒个去！哇塞！靠，这个好像恶魔。BOSS 级的 ，BOSS 级的。那个是下面那两片。哇，那根好长啊！我觉得他们坐在这个鱼里，坐在这个。他们都不敢出去了，没有吗？干，一群哎、欸，我勒个去！谁是傻子？我觉得这个好大头在那边。有一个人。你干嘛这样欺负同学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也有人。哎。这边哪里有人？哎，这边有人哎。哎，那刚刚在抢抓你吗？喂，老师你好。他一定要骗我们。你是如果骗我们嘞？他说什么？你都骗我们，没有骗你们，是真的。他说什么？如果骗我们怎么办？你现在就剁掉。今晚换我转了。骗我，明天会罚，真的。会到。啊，你说转了会怎样？要让全部的鱼都看到，快点。他会怎样？他会怎样？最好是啊。快点。哎，好像骗了。哎，真的。哎，真的。怎么骗啊？哦，骗你哦，继续转，我刚说我们晕的时候就看着，继续转，因为自己有看到，哎，八班的过来了，好屌，哎，有，没有，哈哈，对我行，对我行，拢来，夹住啦，真的没有骗你，阿花。他戴假发、啊，哇！知道、啊，他刚才讲，很丑哎、欸。他喜欢 cosplay， 他那边 cosplay。不要再扮了。小顾，素材。Hello， 啊，你今天去奥莱要干嘛？我今天要看妹子啊。Party 啊，不要拍我。刚刚李明啊，看到两个妹妹骑脚踏车过去，那就说哎呦不错哦。那老色鬼，真的。阿明妈说是看那个车子不错。哇塞！老炮儿，你们两个老女人，干嘛？他那车子要翻了，已经翻了。要翻吗？我以为回来，结果没有。那车子已经翻了吧？
还是撞到中间那个？对，应该撞到。你要什么遗言要讲吗？死鱼，我觉得这是什么？我的人生心惊，登山不到，在遇难。我现在非常的紧张。我等下就要死掉，不要拍我。我很对不起我的爸爸。爸爸，我爱你。你知道你们知道现在已经变缓坡了，我现在有点哇上坡，爸爸妈妈，又尴尬，这个手拿着，又啊你在干嘛？嗯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想事情，想你朋友。拉我，阿花是走不动了。要干嘛？来，蹲下。我们两个人对不对？走不到，我不知道还在走，怎么走不到？快了啦！你要继续吗？你要继续吗？我们还，我们有太多话了。来，再给路，再给路。今天不严重。欲说还休。我要录人机，我要拍飞机你。这边真的会有飞机你啊。叫你叫你叫你！阿詹都到了，很废。还到了，不是应该想那么久？没事，不懂真的吗？阿詹发表获救的感言，陈凡获救的感言。啊、谢谢救难人员救了我，谢谢国家，我会贡献国家的。好威啊！我这样才能吹冷气。来，同学，包括我的负责人我。也可以耶。哇，很对嘛。林君阳，我要站位是很潮哦。我走了。鬼影实录。手电筒，手电筒。啊，有手电筒跟没手电筒一样。你好像没东西耶。你没东西耶。走吧。废。你以为他们有什么好的？我也没有，很长。不叫我。啊！快抱住枕头，大力撞。南北合理，大力撞过去。跟你讲，在外面打回去。跟人试过一次。啊！这好痛！谢谢。这就是西山大十九。来，第二动作就是青蛙九十十一十二。一个动作要把八岁妈妈排面包的排三个就好了，其余的往后数一。
后面去。快仰视，快仰视，
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玩的游戏呢，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，这个厉害的人要为大家宣布了。来，全场走过去，不要看哦，都走过去，不要看哦。好。
旋转木马。你为什么觉得是旋转木马？你的旋转木马有这样转？哦，你觉得是机车也很合理。来，你是最靠近答案的男人，告诉我，你觉得答案是什么？哦，马桶刷。来，老师一看就觉得很疑惑，这个马桶刷呢，又是怎么样来使用？我们麻烦请你站起来，来到这个中间，来到这个中间，来跟大家示范一下，你认为马桶刷是怎么样做使用的？好我们都这样用啊，这样刷也是很奇怪啊。好，我们来公布我们最终的答案，答案就是我们的旋转木马。好，我们谢谢以上各位同学精彩的演出。主持人会放下音效，哦，请各位魔王呢做出相符于音效的动作哦。例如音乐起下，开始表演喽！有人在开枪喽！你是被打的那一场吗？好，这样懂了吗？我们再来一组哦，再来一组哦，准备好。吹风机的声音。接下来这是什么声音？被电到。光频道的声音啊，光频道声音。好，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感觉不大像魔王，需要找代打的？现在可以上来找，要不要找代打的？赶快，给你时间。
相信大家都坐着位置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所以呢还有没有邀请大家跟我们再期待，我们准备来动用身子了，是什么屌，献给各位，请大家拿出你的热情，拿出你的活力，用你的挥舞你手中的荧光棒，我们音乐Thank you.
们刚刚跳的是我们第二中队晚会成绩200分。非常好，大家都跳得非常高。这边加第一、第二以及第三中队，我们晚会成绩500分。几张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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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翔哥不会嗨哦，翔哥。不要笑那个威尔刚啊！祝你最强！他说祝你就很祝你。来，跟一起坐下。好的，好，因为我们经过了一个晚上，哇，接下来如果不说，我们的晚会就要结束了。各位，你甘心吗？Thank you.
的机会不会再有了。然后珍惜每个时光，这会是你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。接下来这首歌是主持人想要献给你。干嘛？厕所不要尿！哎、欸、哎，不要洗干净。